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 Lambert 带来的钢铁军 4K Mode 翻天第三期。照例啊，回答一些评论。有些观众私信我想要这个 KR 资源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我从创意工坊下的，我并没有网盘地址啊。而这个美化其实是我跟朋友啊，在这个资源基础上自己加入的一些微调啊，并没有上传这个子mode。如果想要网盘资源的话，大概可以去贴吧寻找。然后我声明一下，就是这一期啊，以及包括前两期我所说的一切言论啊，都是关于游戏啊，为了这个节目效果，不需要对我的这个政治立场妄加猜测啊，别问问就电子云模型。好，那么我们正式进入游戏。上一回我们讲到，我们已经在张代统领的率领之下，配合西方的两个军阀，成功的入关，击败了吴佩孚和大清国，开始了新朝雅政。之后呢，又帮助这个西北的小马 Pony 帮他成功的打回了他原来的领地，顺便也给蒙古和大山的子民送去了我们奉天的好果汁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西北的流亡政府啊重新恢复他的正统。那么现在的局势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个幽灵，一个烤馒头的幽灵在长江以南徘徊。为了对抗这个幽灵，旧北洋的一切势力，四川的刘湘、山西的阎老西、西北的马家、山东的张宗昌，还有奉天的联合国品总裁张作霖以及他的儿子，都联合起来成立了这个安国军，以对抗这个幽灵。当然啊，除了西北这俩，结果他们团结起来之后，定睛一看，发现这个幽灵还是个引流之主，还分成了烤馒头左派、烤馒头右派，以及这个社民主义的两广。所以说啊，现在整个塞里斯也就是分成了四个中央政府，实现了四地共治，金罗狂喜。那我们这个系列最低目标啊，也就是再造共和已经完成了。之后我们的目标啊，就是将我们的奉天好果汁啊推广至全国，作为这个全国唯一指定食用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消灭这个对我们市场份额产生巨大威胁的烤馒头，以及西部的这两个食品有限公司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啊把兵调往西北。这时候啊，这个张宗昌可能就满脸问号，问我们啊，为什么他在这边坚持了这么久，却盼不到援军过来。其实啊，他完全不用担心被反推。切换到这个汪洋视角，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决议啊，叫做搞快点。如果在82天之内没有轻松拿下山东，迫使这个张宗昌投降的话，那么他就会获得一个民族精神，失去动力，进入了闲者模式。而且这个 debuff 啊，它是永久的，一旦获得啊，就已经没救了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 debuff 啊，那其实就完全可以理解，对吧？像这个烤馒头单推派啊，是由一群单推人组成的，人是有极限的。而单推人的寿命啊也是有极限的，也许经过了82天，这些单推人啊就会再度出生去单推其他的 VTuber。 所以呢，我们完全不需要管山东这边的情况，让这个张宗昌扛过82天他就胜利了。那么为了获得对军阀的宣战借口呢，我们需要首先点这个继续进行复国战争，之后呢就可以有决议向各个未投靠安国军的军阀宣战，所以说不要停下来。那么在这个漫长的看海期啊，我们也顺便讲一下国际局势。在美洲，这个三国演义啊还在继续进行着。而在欧洲呢，有这么几场战争，首先是军团意大利和这个威尼斯开战，之后呢是奥地利啊开始这个家暴，打自己的老婆匈牙利，之后是塞尔维亚联合了他的两个小兄弟开始辱没保加利亚。而保加利亚此时啊，也就是四面接敌，还对这个奥斯曼宣战，甚至成功夺回了这个君士坦丁堡，金罗落泪啊。那么更东边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呢，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南方的阿拉伯群统啊，气这个奥斯曼苏丹老无力，纷纷要求赔款又割地。更东边呢，就是我们奉天。这些呢，就是世界上主要发生的一些战事。之后由中日合拍的电影《五色旗》终于上映啊，我将继续扮演这个张代帅。那么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从北京到海棠叶，正式宣布我们要将好果汁推广到海棠叶的每一个角落。之后这个云南的烤馒头啊，也成功的将湖南军阀吞并了。那么现在这个三藩之乱已经达到了顶峰，可惜不久之后啊，
他们即将走这个下坡路。之后传来消息说，我们的儿子日本开始了这个新南向政策，给菲律宾宣战，这是好事啊！可以看到菲律宾还是这个白人执政，那么日本作为这个东亚代表的儿子啊，当然是有义务给他进行这个精神注入啊，告诉他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。好，那么为父啊，一定会在这个精神上支持你。好，那么从北京到海棠园的这个国策也是终于完成了，我们的首都也正式从沈阳，也就是奉天，迁到了北京。之后我们就可以点这个谈判统一，听你们妙笔生花嘞。顺便呢，在点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重建第二军啊，以600把枪的代价获得3个九营步兵师啊，可以说是十分赚的。你看到在3月下旬，这个烤馒头啊，果然已经出现了贤者模式这个 debuff， 于是就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一触即溃啊。可以看到他们军中的这个失败主义谋士啊，99%啊，完全没放一枪就宣布失败，然后开始撤退。这个汪娘啊，果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。之后呢，外阿木啊，申请跟我们签订这个自贸协定啊，实现这个卢布跟粪票的直接兑换，这是好的，没有任何坏处。哎，准备完毕，长官。耍钱就耍个诈字儿，哎，只要不被抓住，那才是本事呢。好，那么从欧洲也传来消息啊，说是奥地利也是成功打败了匈牙利，他就可以建立啊这个代奥地利合众国，将这些傀儡国都合并进奥地利，就可以 make Austria great again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切糕军阀也是成功的抢占了整个省的市场份额，这也是好事啊，说明之后我们只需要对一个军阀宣战就够了。那么就可以继续进行复国战争。之后出现了这个鞍山事件，也就是说中日合资的鞍山钢铁厂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扩张了，导致他惹怒了一些当地的农民。可是这时候日本却做出了一个驸马可亲的决定，竟然敢杀我们的农民，真是岂有此理，不行，必须得出重拳啊！对军阀我唯唯诺诺，对儿子我重拳出击。这个小日本让我不痛快，我也让他们不痛快。可以看到，虽然说之前的鞍山事件会给我们一个提示，说日本会收到我们谴责了他们这个事件，但是呢，果然日本还是没有胆量对他的慈父啊有所怠慢。所以说对于这种逆子必须严加管教。你不能像对待部下那样对待自己的儿子。别扯了你。管儿子可是比管部队难多了。那么在这个继续进行复国战争国策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有决议开始对各地的叛匪啊宣战。每次宣战呢需要准备30天。之后我们可以点这个王永江的遗产。可能一些观众啊不太清楚王永江是谁，他是过去啊张作霖的一个财政部长，成功的使满洲地区富起来了。我要给奉天城警务处请一个项羽来，就是要治一治奉天城的刘邦。但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张岱统领说是要入关，然后在南边画了一个圈，结果把之前赚的钱全都赔了进去，于是王永江就愤而辞职啊。辞职后没过多久也就去世了。现在作为这个继往开来的引路人啊，我们可以继承他的遗产。今日我虽死。好，那么我们正式开始平定西北。之后呢，王永江的遗产这个国策已经完成了，那么我们可以深化改革，推动这个经济啊持续向好发展。这个张宗昌啊，明明能剿匪，却过分谨慎。我们选择直接干预这场战争，只需要我们往这边轻轻一走，整座腐朽建筑就会倒塌。可是这个张宗昌啊，偏偏要跟境外势力打架，可能这就是养寇自重吧。哎呀，老大帅啊，你随便吹。
哎，大帅，妈的又抓了。好，等我们攻占了这个南昌啊，好班头就已经投降了。那我们恭喜啊，山东队获得了这个华东地区中超联赛的冠军。那么我们预计啊，这个西北战事会在30天内结束，现在呢就可以准备对这个云南的攻势。另外在之前啊，点完了王永江遗产之后，我们就有了一系列决议，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个投资匮乏的民族精神。第一步啊，当然是统一银行。一手我住咱的现有的钱袋子啊，一手还要裁员节流，把财政搞上去。是正式平定了西北之后啊，就可以将军队全部调往这个云南前线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云南的版图十分的狭长啊，就像一个小全石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版图啊，从这两个突出部进行突破，依这个省界呢对其进行这个包围分割，然后分而治之，这样想必云南就很快就能平定了。之后啊，点完这个东北塞武装，我们就可以花费25政治点直接解锁摩托瓦步兵的科技。之后啊，我们的军事经验也已经达到了171，可以开始最后一项军队改革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式对昆明的烤馒头宣战。说出来消息，日本已经在菲律宾胜利了，把儿子养肥啊，也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我预计这个昆明的烤馒头也会很快投降了，现在就可以准备入关两广人民政府。那么对云南烤馒头的战事也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就获得全部的土地。另外可以看到，这个山东在平定了南方的烤馒头之后，自称为这个六省联帅。我听说你小子比我老张还富了啊！哎呦，你老别听他们瞎嚷嚷，不多，真不多。俺老张啊，一咬牙也就扩编了5个军。这时候啊，他肯定对我们表示非常的不满，因为之前我们答应过把8省的地盘给他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大统领怎么会是这种言而无信的人呢？我们当然会授给他这个8省总督的头衔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是哪8省，就我们对这个行政区划做一些微调啊，比如说啊，江苏啊多划出2个省，加上他自己的这个山东，不就变成8省了吗？所以啊，你应该改名叫8省联合。敢张哥哥骗过你吗？听完了这一番话，张宗昌略有所悟，果然大统领并没有骗我，于是呢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将好果汁推广到了全国的每一个地方，至少没有其他的食品啊跟我们竞争市场份额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两广用兵呢？这就是啊，我们大统领接下去的一个目标。作为入关学的鼻祖啊，张作霖显然是不能满足于仅入一个山海关的，只要带关字的啊，那都是关。所以呢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广东韶关。那么我们张代统领的伟大理想就是入境天下之关，现在对两广的入关也开始了啊，我们赶紧攻破韶关，直取广州。怎么电话打电话呢？这是没有信号，我听不着你说啥。苗郎摇头呢，集合。我们的代统领远道而来，突然想说几句广东话。身里地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金是假，情侣争前摇摆，忘记中意了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么两广啊也宣布投降，我们的张代统领啊也是再入一关。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可以宣布
中华民国之全光复，我们成功的将整个塞里斯统一到了一面旗帜之下。点完了决议之后，国家也是正式改名为这个中华民国，象征着我们奋天联合国平总裁的这个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之后会进入啊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期，虽说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驱逐日本军官，但是呢，不把自己的儿子先榨干啊，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位好父亲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搞这个五个现代化，短期内是不会打仗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值得好讲的事件，我就直接跳过。Several months later， 在和平发展了近一年以后，突然从国际上传来消息，说是法兰西公社开始对德意志帝国宣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。在过去的近一年里，我们依然还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。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已经基本赶超了日本，这还没有计入其他军阀的工厂数量。另外呢，在国际上，奥斯曼这边的战争还在继续，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也进入了斯拉夫人的怀抱。而美洲这边不妙的是，加拿大的老巴宣布介入美利坚内战，并对工团和朗朗人开战。而我们现在已经研究了飞机和坦克的科技，很快啊将组建我们自己的坦克师。鉴于法兰西亚跟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利益上的纠纷，而且是对抗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桥头堡，所以我们打算啊支援英勇的公社人民，给法兰西公社派遣志愿军，志愿军将由我们的张学良亲自率领。到了前头要吃好睡好啊，要吃好睡好了，脑子啊还不事儿在机里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的部队啊已经在诺曼底登陆，我们立刻把它派往德法前线。帝国公约内部啊也是出现了这个二五仔，立陶宛立刻宣布从德意志的势力范围中脱离，并对德国开战，在东边响应法兰西公社。但是啊，他现在仍然是被帝国公约所完全包围的，他的前景啊非常的不乐观。可以看到，在激烈的德法前线，我们的张学良接替了这场战役的指挥。这把枪是有来历的，访问德国的时候德皇送的。开战前你可以拎着手枪在前线最前头转他一两圈，让你的士兵啊都看到你这个他们的最高司令在最前头啊。这次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说，这个边境会战是由我们指挥的。之后呢，我们研发出中型反坦克的科技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制造高达十，也就是40宽的13步四炮一反坦。如果把这个中型反坦换成重型啊，那我这个高达将绝杀，可惜换不得。在开战后的一个月，俄罗斯啊突然宣布对东欧的四国宣战，那么沙皇也是正式介入了这场战斗，二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，而德国啊也陷入了这个两线作战。在点完了扩建鞍山铁矿之后，就多了一个决议，叫做出售鞍山制铁所。可以看到，它反而给我们增加了4个铁的产出，顺便解锁了一个公司。那么代价呢，只是让这个协和会的影响力啊提升10%。这等好事啊，当然是要去执行了。不管是奋天公司还是日本公司啊，能提高钢铁产量就是好果汁。8月8号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，说是立陶宛共和国啊已经宣布投降。但是它作为一个小国啊，能够抵抗一个月已经是超常发挥了，很多职业选手啊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。之后满铁电影协会的又一力作《白兰之歌》啊正式上映，主演的还有李香兰。电影主要讲述了李香兰和她的情人啊之间突然产生了某种误会，结果就分手了。然后李香兰选择了投身满洲的马匪，在别人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时候去破坏铁路啊劫下火车。但是后来她发觉啊，这个所谓的误会其实就是大清国的间谍所暗中安排的。于是呢，她幡然悔悟啊，又回去找她的情人重归于好。那么现实中呢，也是有这个《白兰之歌》的电影的，但是它讲述的剧情呢就完全不同了，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奋天的文化自信啊，很好。法兰西公社也跟协约国阵营正式开战，但是不巧的是，这个西班牙王国啊加入了协约国，使得法国也被迫两线作战。
这时候突然列颠联盟啊在德国北部登陆，给德国戴上了这个万岁胜利者的桂冠，甚至已经打到了柏林城下。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，我们可以向不列颠联盟也派出我们的志愿军。我们派往不列颠联盟的骑兵师啊，也是到达了这个北部的登陆场。那我们立刻让他前往西线。我可惜的是，这个德国人的大规模反扑也已经开始了，需要帮助这个不列颠联盟守住这条战线。之后我们攒够了足够的政治点数，可以选择继续深化改革。这时候我们有两种选项，一是储备白银，二是重新引入粪票。可以看到这个储备白银啊，花费少收益高，显然啊就是那种诈骗套路。我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，如果点了之后呢，不久之后就会出现白银欠缺的恶性事件，让你得不偿失啊！所以我们还是选择重新引入粪票，推动经济稳中求进。这时候啊，从东线传来好消息，帝国公约里最脆弱的一环，也就是芬兰，已经宣布投降。看来我们离战胜德意志帝国主义啊，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而在德意志北部的第三战场，随着我们的骑兵师啊被改装成了高达师，我们成功的防守反击啊，突破了敌方的阵线。最后日本工业日报啊刊载了一则消息，说阐述了他们已经投资了多少的中日合资企业，并占据了我们多少的经济组成部分，然后还做出了这个大胆的预言，说在之后的五年啊就能完全控制我们的经济。这个消息啊不知为何经某种渠道突然翻译成了中文，在我们的国人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显然，这是一场针对奋天的黑公关。那么日本显然是没有这么大能量做这种操作的，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棋子啊，被人利用。我们日本がこの何年間もやつにどれだけ投資してきたかわかるか？その恩返しが何にもない。那么其背后的推动力量，一把手都能数过来。通过分析，谁能通过损害我们奋天获利啊，就能知道了。很显然，德国是第一黑手。对我们奋天军队在欧洲战场的这个优良表现，显然是惹怒了这个德国人。所以啊，德国完全有动机、有实力，通过这种方式啊，来损害我们与友邦的这个友好的经济互动，实在是令人感到十分寒心。我们奉劝啊，这个境外势力不要干涉我们的这个共荣圈内的内政。可以看到我们的高达师啊，甚至打到了这个柏林城郊啊，这个德意志的威廉二世也是惊呼奋军不可战胜，所以啊才会想到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攻击我们奋天。但是呢，他的失败已经注定，那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连都那个曾经可以随意被他复辟君主制的国家，竟然现在啊也能干涉欧洲战场。之后啊出了一个事件，问我们要不要向中东铁路啊征收赋税，就可以给这个生活消费品减10%的这个效果。现在是这个大搞建设的时期，所以我们现在正适合收这样的税。之后啊，日本宣布对越共作战，也是拓展啊这个东亚自贸区的大好时机，新南向政策的又一大胜利。好，支持。之后东线传来这个利好消息，俄罗斯帝国已经成功的打到了基辅。之后我们的儿子日本啊点完了这个召开东京会议的国策，于是啊就又在外面交了一些狐朋狗友，他的这个朋友圈啊又开始扩张了。当然我们要加强这个边境巡逻工作啊，跟这个儿子的同龄人啊保持一定的代沟。我们在这个锦州啊开设了经济特区，那么我们照例还是选择先军政治。历史性的一刻，我们奋天的军队啊，没想到第一个进入了柏林，这真是我们奋天的伟大胜利。从东线啊也传来好消息，乌克兰王国也宣布投降。之后从近东传来消息，奥斯曼帝国也是终于宣布向这些阿拉伯联盟投降。同
时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荷尔施坦因登陆的时候，都将其视为这二战的转折点，而英法游而不击，我们奋天的才是这真正的抗德主力。罗马已经投降，工团主义意大利无情地击碎了教宗想要恢复罗马帝国的妄想。之后果然帝国公约也是兵败如山倒，下一个投降的是这个白鲁塞尼亚。这个时候远东啊，日本也坐不住了，宣布对德属东亚宣战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张内统领也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来。这意味着日本人解除了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，可以帮我们先行收回青岛和威海卫。不愧是大孝子。你们日本人整得挺明白。只有他能够打垮德属东亚，完全驱逐德国在东亚的一切势力，我们表示全力支持孝英武士林。所以说啊，必须要把这个儿子养肥再打，谁知道啊，他以后会不会给你带来惊喜。最后在北方啊，我们又包住了德国的四个师。通过积小胜为大事啊，可以看到德国已经损失了254万人力。之后我们英勇的骑兵师啊，已经拿下了担子，说不定马上就能与俄军会师。之后啊，我们又趁机使用这个前行攻势啊，成功包围了波美拉尼亚境内的四个德国师。又把日本的这个投票权给移除了。这时候啊，日本才发现世界上只有爹爹好，就把这个大连港还给了我们。这个消息传来，我们也是感到十分的欣慰，获得了5点政治点数。我想感到旅顺守住，盼望北军进攻方便。请顾校放心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好，历史性的一刻，我们奋天啊跟俄军在这个立陶宛的科夫诺会师，这标志着德意志体系的瓦解，新秩序的黎明。那么在德意志崩溃之后，世界的秩序又会走向何方，以及奋天与日本这对父子之后又会产生怎样的矛盾与故事，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分晓。大家拜拜。